世界最大的锁墙吗？嗯。是谁给的？ Google 看到的。是吗？哦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全世界最大的锁墙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去希腊不去圣托里尼，像西西这样租车走这条线路，你们绝对可以上全世界最大的索桥，在酒店边的海湾拍照，还有穿越希腊的自然风光，途经的 Delphi 小镇和 Arachrova 小镇。Arachrova 小镇上让这个野婆娘带你们看看不一样的希腊。从希腊出发，两个半小时开西线到 Pasteur 的海边酒店。讲真，这里和澳洲的海滩比起来，那还差一个银河。但咱们的重点不在这里。千里迢迢背过来的裙子，咱得用啊。好了，铁子们，照片拍完结束，下次再见。行程结束了吗？并没有，回程他们从北海岸线开，途经雕费小镇。你们不知道他们有多作，就是要来慢慢感受一个国家，不去大城市，不当特种兵，节奏慢下来啊，吃个网络上也不存在的午餐，然后再开去下一个小镇 Arachrova。 希望我这次发音对了。这条线的高速公路车很少，叶西西找了一个开阔的山谷，把车停在路边。这三天的行程在路上开车，咱也就平均三小时，松弛感的照片这不就来了吗？不过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买好了，不要疲劳驾驶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自驾游，非要点个赞，咱也不是拒绝的吧。如果你们想看西西打卡雅典卫城，下个视频安排。